持人，我是喵哥，耶！完了，怎么办？没有理我，我好难过。大家可以前进一点，没关系。那活动开始前呢，先跟各位就是请各位配合以下几点，就是我们一样呢，还是一样要戴着口罩，然后尽量保持社交距离。虽然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么严重的感觉，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然后还是保持一下距离。然后天气还是有一点点热，但也还好啦。可是大家要记得多补充水分，对。然后如果等一下不小心飘一点雨的话，好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哈。对。还是要注意一下，然后就是可以撑个伞之类，小心不要感冒这样子。好，那大家准备好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。